放油耶，祝你中午用餐愉快哦。寒天到，我是足爱啉烧汤。其实普通时我就真爱啉烧汤。我透早呢，我拢会食姜，然后我喜欢啉只烧烧的啦。啊，其实台湾真侪人拢爱啉烧汤。天气愈来愈冷了后呢，我就感觉哦，食一寡补真好。热天有时袂晓补，乌白补，不过即摆来食只补，感觉足健康的啊，烧润啊，烧润安尼吼。啊，要哪补呢？卖伤麻烦，用较简单呢，而且佫营养佫好啉的物件呢有哦。今日大帅要来教。好，大家欢迎我们的店员主厨郭太王，还有方宇，欢迎二位。我是超龄妈咪方宇，我是店员主厨郭太王。今天我们与美凤约什么呢？冬天进补，学问大，教你熬出清爽可口的佛跳墙。哇！你真的不简单哦，当妈妈身材维持那么好，哎呦，好难受哦，我身上还有三公斤呢。公安那天跨跨没出来，真叫跨没出来，还有三公斤，三公斤。是是是是是，我觉得有一点点肉肉还蛮好看，不肉，而且你真的不肉，而且我发现我今天跟凤姐又穿情侣装，我上次来跟你穿情侣装，记得吗？好搭哦，你看多有默契，来耶，好，今天吼要来做这料理是。桂林嘛是最好用，恁都要讲佛跳墙啊，啊其实普通是买晒来啉吗？普通是买晒，但是咱若搞干搞干就搞干，桂林就讲两句呢，叫做欢喜嘛，欢喜，不要一个挂号叫做无用，做无用啦，做无用做无用，卖光拿出来打菜市啊嘛做无用，哦对，因为好多料，菜市啊吼，你就底下哎呦，哦，底下加起来挤过去，就是对，而且很多现在妈妈都会拿那个菜车，对对对，哦，贵菜市啊，拿上去的高速公路啊那种菜车，加老脸，对啊。客来客去就好诶，蛮有年节气氛呐。对，啊，今天要走这条路会不会很麻烦啊？跟我们讲一下有什么特别的菜色，再讲一下喽，菜名。哎，其实咱要走的跟无佛跳墙无共，今天要走叫做莲藕佛跳墙。莲藕佛跳墙的食材有：排骨块400克，鸡肉块300克，猪脚块300克，蹄筋100克，猪肚200克。鸟蛋100克，莲藕300克，笋片100克，栗子100克，干鱿鱼丝60克，虾米30克，香菇8朵，蒜头适量。莲藕佛跳墙高汤材料：高丽菜约300克，玉米约300克，洋葱约300克，红萝卜300克，大骨、鸡骨头。鸡爪，莲藕好哎，对，因为佛跳墙不是都是芋头，芋头，芋头，用莲藕，所以咱那里切汤的先切起来就是莲藕糕，哦，对对对，柔柔，对哦，其实清爽的汤品不需要这样做，那我们就要教这个莲藕佛跳墙了，也就是说注重在健康跟美食的中间里面找到平衡点，莲藕好，莲藕好，因为芋头我过敏，哦，但是。蓝心妹喜欢芋头，真的，对我可以送她芋头自己加进去，个人所好了，卖空心菇，对，咖喱轻轻高的，就不会老老了。对，安娜买莲藕是最好。是啊，但是我一条你条芋头买贵宾啦，你像芋头咱来下皮时，哎，用掉是不是？会有点痒痒味。这莲藕了呗啊，啊莲藕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食谱里面，它是叫做灵根。灵根的时候，其实它本身的香气，它也有炖煮出来之后的那种淡淡的芋头香。那最主要它的纤维够，纤维点还有摄取高嘛。嗯，好。那莲藕呢？像我们平常啊，在吃可能都切薄片的腌小菜啊，但是这里呢，它最主要我们把它切成块状。哦，切滚刀。对，切滚刀，它炖煮之后也伤。哦。哎，但是伊袂过去。哦，所以不能切太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那才有口感。哦对啊。好，啊，咱准备的食材拢伫头前只，但是咱要先做几项工课啊，就是咱要先把高汤煮起来。高汤。对，那这里特别。高汤这个搞干了。嘿，来，阿姐加些水来。来，好。这主要是吼，咱放蔬菜原理，蔬菜本身有甜嘛。哦，放蔬菜下去熬啊。那像我们传统在做这些高汤呢，真的，我们还是要跟各位观众讲，它的油脂。它的负担会比较重一点，它现在选择炖久了，普林会出来。对对对，所以利用蔬菜的甜，加上我们这些像鸡骨头啦，还有大骨啦，这些都是属于低普林的东西。哦，汤头爱喝啉，但是袂使有负担，不可以负担。嗯，对。所以高汤师傅是用
高丽菜，你看，然后玉米，冬天吃鸡毛啊，那不高丽菜的不好吃。啊，为什么叫高丽菜？就简单，入孔汤头，入甜，越甜越甜。嘿，阿哥啦，玉米，哦，玉米也是让汤头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蔬菜同赞哈，啊，洋葱嘛，天然的甜味。哎，我刚刚泡澡差不多啉这罐汤嘞，哇，简单，哇，好健康哎。没有那个去买那个。就有一些什么锅，它的汤头是素锅，而且那家生意是好的，是新鲜的，就买回来当那个菜锅黑黑的去啊呢。哦，那我就要搞底。好吃不负担呐，好吃不负担。好，我们加点，因为汤头还是要它胶质的来源哦。我们加点这个大的鸡爪，这鸡爪好漂亮。对，然后大骨头，大骨，这个大骨也是鸡骨啊，是吗？大骨是猪的哦，猪的对。好，然后鸡架，这种控起来拢有遐肉香味。好，这样把它放好之后呢，然后放水，再把它加满，我们再慢慢让它熬煮一下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前置的汤底的部分，用慢火去炖它。慢火，对，大概要炖几个小时？他们像我们这样煮的，我们会煮差不多两个小时。啊，这边呢，我们开始要来把这个火跳墙的物件吼。来个处理，啊，包括讲哦，咱头前这下像莲藕啦、地豆啦，这拢爱先穿烫过哈，然后脚筋。对，那接下来这个都还好，穿烫都比较没有什么危险性。但是当你要油炸的时候呢，这个很多的家庭主对炸杠哎，安全帽总要底哎，火灾总要钱哎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有危险，对啊，第二会有油烟哎，但是不要多啊，贵你一点要硬解的食物，妈妈好辛苦哦，好辛苦，伟大。好，啊，这排骨吼，咱先甲腌制一下，因为排骨本身有这个肉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咱但要过油前，伊有香味，有香味，有安尼有够，有够，啊，搁鸡肉，这拢爱甲过油前，鸡肉排骨，嘿，来，啊，咱放刷酱油，2滴3滴就可以了，因为要做一个啊咸汤汤俩，好，那胡椒粉，还有五香粉一点点，因为这个肉香味吼。就是无同啊，所以含食材的混合，对，煮连有层次的味道出来。好，一点点的生姜，给姐姐不？给吧。给。钱也袂落去，空当用在食。炸鸡家己切，较营养嘛，较无负担。其实佛跳墙它讲穿的就是说，很多食材的混合，然后去搭配出它的各种不同的口味。胶质、香气哦，让它融合在一起。所以锅渣洗的就固味啊嘛。对对，然后这个昂啊，弹琴、喷香、飘四林哦，哇，对，哎，真的，活轮气场跳墙来，什么，变活的跳墙过来，所以跳墙代表说它的层次性很大，所以连火都忍受不了，都闻香而来了，对，没错。所以腌制好了就下去，对。而且油要滚，要滚，好像不炸久哦。好像你问题又来了，一滚油爆点就来了，又危险了啊！不滚呢，你油下去就变成泡，也没有意义。那这样滚吗？小心！所以厨师不能跑，妈妈也不能跑，所以你看这多危险！啊，你他什么时候要爆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对呀，啊不炸又不好吃啊，那所以麻烦啊。所以油一定要够高温，一定要够高温，而且眼睛要皱一皱，这样看不见它的感觉。哇，这油温之高啊！啊，当然。哇。吓一跳，对，这个喷个规个，咱拢油啦。来，你到底叫玛利亚来吃了，哦，我玛利亚先来吃，就辛苦，跟你吃。我们要修灶卡，嘿，实在就辛苦，就辛苦了，对。对，那当然在这些食材的取得哈，包括低卡嘛，做好工诶。哎，所以我直接我就不会做些危险的动作，我头顶先啊挤挤，阿姐，吼，大行拢爱挤，阿你无挤，搁袂胖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准备来组合它的基本食材哈。好，那个底料的部分哦，这个酸辣香。哦，笋子，一米一嘛，有层次的哈。好，笋子先。好，地康。地康。哦。好。然后。猪肚就是比较难熟的，放下面。对。刚刚讲猪肚的，按哪处理就麻烦。哦，这就麻烦了。等下你得先洗手，啊来洒水，啊来烤白皮，哦，啊来切块，啊来炖。啊，无，要好食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你讲妈妈伫过年时啊，伫这个时段啦，爱搁穿厝内，爱搁款物件，搁买物件，搁来做这个料理，哦，厝内人食，伊最重要、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
家人要有笑容。哦，对，然后团圆，幸福感。对，所以妈妈一直不辞辛劳的在做这种服务的工作。因为光这个佛跳墙，应该一个上午就不见了。差不多，你怎么包也没炒哦？你打紧的这部分，你来过两天哦。一个上午就没了。好，阿叻咧，接下来把咧，咱起码准备要个好起来，来。其实很香哎！哎呀，想要好起来呢，你也不爱吃油哦。啊，咱也使的，应该要上色，上色也使的，要用热水给它穿烫一下哈。来，烫哦。买下油盐，搁穿烫一下，啊，无好少吸一下。嘿呀，无就变大，这咱也不爱吃，以为这拢是方法啦。好，把咱排骨料啊，是刷豆煎起来，色水就足水的。漂亮，请问安尼是啊？真的漂亮哎！对不起，安尼我未使吃。嘿，今麦不好吃啊。好啦，好啦。好，你得去哈。嘿，这摆物件，这肉色的拢先放了，猪脚、阿鸡肉、排骨、排骨，哇，嘛真正够刚。哈，真正够刚。所以主厨，其实那锅油先炸肉，然后其他的料再炸，是这样吗？是。哦哦，耶。好，啊，那个放了料呢，咱过来哈，放椒呢。鸟蛋，啊，这块起毛。哎，免起啊。卡丁。好，这是中斩了哈，中斩，那个泡泡的。来，接下来呢，鱿鱼、金膏虾、香菇、辣子、蒜头，哎，这些都要炸过啊，都要炸过，样样都要炸。哦，哇塞。好，啊，那个泡好了呢，咱呢就把这个炖两点钟的高汤，甲放落来。哦哦，阿那袂起来哦，啊哈，阿那是前置作业百分之三十呢哈，阿那是阿袂一摆，甲放热量呢，咱继续呢，过来甲放伫电锅内底甲炖四点钟，阿袂出来哦，炖四点钟的过程中，爱加水两遍，爱过火两遍，阿你妈妈是一工四点钟呢？对，因为你要炖好出味，一定爱时间啊。汤就要两小时了，这个要炖四小时，对，所以六个小时。时间也是生命最好的淬炼了，也是熬煮食材最好的一个印证了。哦，我懂啊，这真的太搞纲了啦，就像时间换来。对，来啊，今麦吼，当然，咱今日美凤以为不是要教恁遐搞纲，但是无头条报的，讲叫你卖食，袂使。嗯，过年一定爱佛跳墙，一定要佛跳墙，应景嘛。所以佛跳墙嘛，各点嘛，福寿全。哦，其实吃这个佛跳墙，除了刚才方宇说的团圆之外呢，它寓意的是说，这样福寿拢好，出来人完全都可以满满的一个包袱。哇！所以佛跳墙依照传统到今嘛，一直拢会流传。对，一定要有的。但时代的进步。今麦咧，我来用这包，我来用这包，甲头壳开，倒落来就像这红安尼，来，我这红我摕予恁看，所以时间呢，咱甲换过来，无要紧，但是呢，咱给这时间互厝内人，咱来分享，另外工课不较好吗？来，哈，人头壳讲的，弹起芬香飘四邻，哇！气喘跳墙来，有胖鹅，有胖鹅，好香那个虾米的味道。所以这一锅不是这一锅炖四小时，是这个啊，对，是这个。这个放下去一杯水，超方便的。真的假的？但是你不要拆开哦，因为这里面是常温的，它不是冷冻的。那我要跟你讲，常温跟冷冻差别在哪里？在它的在冷冻的哦温度下。冷冻会产生它很多的一些分解，包括咱讲蚵啊，因为你边过，搁落煮，你要蚵。哦，对对对，果，搁个果。哎，所以凤姐，我们通常很多人过年会送人家佛跳墙嘛，然后人家要送我的时候，我都想说不要好了，因为我家冰箱。就是你回去要清冰箱，没地方冰。可是主厨说这个就不用放冰箱，对，常温就放外面就好了。对呀，所以您把冰箱给买一台好台。有它就不用买冰箱了。你过年期啊，菜期啊，休期嘛，啊，所以你物件拢会买较济啊。啊，你给它泡开，开坑啊，就去吹一点。对对，一杯水呢，一杯水。来，注意看这地价，我手无中啊哦，你是家己断断断哦。真的假的 ？QQQ 软信信哇，我不敢相信。来，最重要的莲藕搁你家，耶，安怎炖，安怎拢水，安怎的拢是圆形贝果，但是伊即马食起来呢，含辣子，含咱的蚵仔生是同款的。辣子蚵仔在灵感，一了解就是安尼吼。来，汤色，这炖起来汤色，这就是佛跳墙。全部融合在里面的颜色，香港黑米鱿鱼香菇，真的好香哦！赞哈，
好，好食无？等下咱来餐桌上品尝了，安尼，咱已经完成咱今天的莲藕佛跳墙。那我们准备上菜了，阿姨。哇，你看上面，上面有没有？哇，一点丰富的胶质。哇，胶质哇！你看那个猪脚，能信不信？而且也在层次一层一层下去哦。那就不客气了。我想说，主厨什么时候帮我？不客气了，哇！哎，那这那爱哇，好那爱加一个什么当混的啦，阿嫂。对对对，因为女生有时候会怕怕。当混该黑落去，哇，吸起来那汤头赞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。其实咱头都去包吼，它变化万千了。变化万千。咱内山吼出来熬一个白菜底，甲倒落吼，非常的顶级的白菜肉汤。啊，你看这款两手类哦，各有形象的宜兰的西螺粿。哦，对哦，哎，很棒啊！你一定要喝，太甜了，是哈，太甜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然后，而且它就是那种蔬菜的甜味非常非常明显，嗯，它就是用蔬菜去熬它做它的汤底，对，袂讲安尼偏起来安尼足杂开安尼。我感觉吼，很清香，白菜搁落去。更无同款啦，而且这样喝了之后哦，这样嘴唇这边就开始有点那种黏液出现了，就凉掉了，胶质，对，所以内底有咱的卡筋啊、底卡啊、多啊，其实这个都会释放适当的胶质出来，食健康，袂使食负担，所以第一油咱袂足多嘛，咱的物件拢够烫烫过。啊，用的呢素汤底，素汤底它本身有蔬菜这些会比较好，那搭配大骨啦、鸡爪，所有胶质浓缩起来的时候，这汤头无腐烂的遐管哦，懂了，同好啊。而且你们看，刚刚我那个没有这个重点，莲藕，莲藕替代芋头，对不对？嗯嗯。哦，伤的哈，好伤哦，莲藕有挑过，对，而且过年时啊，你会食足侪物件，这个时阵需要一项足重要的食物纤维。纤维，对。啊，这莲藕纤维更加丰富，所以咱咧食的时阵呢，对咱的身体负担是零。而且我发现你说的没错，因为你用莲藕来替代，整个汤是很清的，很清，不会这样灼灼的。像咱传统的藕啊啦，咱即马可以砍两弄三弄，安尼弄弄起来吼，就落去啊。这汤到目前为止，咱已经用两碗三碗嘛吼，这汤头的清澈度。嗯很棒，所以讲哦，咱唔免遮尔啊麻烦，咱即马甲咱传到遮边，而且哦，即马吼，我觉得就是讲消费者大家拢要紧，嗯，嘛会知讲，这个物件吼，咱就是伊这食材足重要的，然后品质足重要，所以讲伊这个佛跳墙咱个。但总讲过，讲讲伊迄个热量加迄个普林之类的哈，所以伊特别拢酸雄会食材，然后在处理的时候都搞刚，所以呢，这方面就大家比较放心，看不见困扰，哈，迄个普林啊跟热量这些大概拢。还有其他平时啊单独个别采买时阵哦，你没有一个所谓的保障，你食材鲜度也好，不鲜的也好，没有个保障，但是要做一包的过程前置。它都必须要相关的检验，低保低保检验，低保低保检验，食材检验完全合格，才能做成这一包。啊，这一包简单，最主要它是讲过，伊无冷冻，无冷冻的食材，第一无破坏着伊的结构，汤色迄个清澈度吼，非常的明显。哎，那它常温放，它可以放多久啊？今年可以放一年啊！哇，啊，所以今年啊买五包啊，分时间吃，每年搞一个买五包，一整年都有团圆的感觉，随时都会吃佛跳墙，佛跳墙里面当过年啊。而且我觉得它就是送礼自用两相宜，因为我们就不需要再清冰箱了，你就放在你家里的柜子里。对，然后你可以送你婆婆，送你妈妈，哇，现在都会讲婆婆了，对对对，开玩笑，没有，就是上面做五柱的啦，咱这样蒸起来安尼吼，啊，关在上头。咱要送人物件，唔茫造成第二遍的负担。你挂莲藕挂排骨去送人，爱去煮煮煮。对啊，对啊，要六个小时煮嘞。你要变的长，啊，你就一杯水放，啊，咱开始先泡一下茶，开一下缸，加一下果水。
电锅跳起来倒了，啊，咱要用心找一个较厝内面较水的，伊红内底足好看，啊，下底放寡白菜，像讲放寡冬粉，食会饱，啊，佮食会较佮食会健康，足好呀。哦，一杯水吹来就。哎，对，因为伊是常温嘛，伊袂冷冻品。对哦。对哦。啊，常温好做，他有讲，伊袂破坏着伊的结构。哦，对。啊，第二，咱泡的瞬间加热就可以吃，啊，是讲咱直接放个烧水内底，隔水加热，嘛拢 OK。而且你刚讲的很好，就是像我老公常常会有时候朋友会突然来。然后来家里喝酒，你要煮个下酒菜，下酒菜很难煮哎。哎，这个不错，对汤，对喝汤，然后他们酒也不要喝那么多，然后立刻他就觉得哇哇，你娶到这个不错，立刻就可以变出佛跳墙。对，来来，重点来贤惠啊，你老公够明智，你看我给等了给做听得了听吗？我还可以听得了听吗？对，那以后朋友更爱来了。你都不会用的，哎，这要给传，没有没有，多准备一点，可以放一年嘛。免平平心。继续甲买买去，所以讲重点就是讲，咱也是唔免经过这样安尼麻烦的，即个去买菜、去用菜、去煮、都去用安尼吼，啊，简单咱就用安尼，全家大家来享受即个好吃的佛跳墙，真的是真的妈妈就幸福就轻松多了，轻松多了。对，今天也谢谢泰国来跟我们分享啊，因为伊也来过，就表示讲伊拢办嘛，咱讲实在是安怎来处理，即点咱嘛较放心，对不对？那你。给你好媳妇啊，对，婆婆来亲家朋友，对不对？可以送你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。祝你烫天烫地都很晒哈。他就是说一年，然后你不要特别去晒太阳。